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啊。今天是大退潮，我们下去赶海了哇！走，我们去到那边船的那边。这个是，咦，这盘是坏掉的了。我们刚刚在船的那边没有看到沙，所以说过来这边排水口了。这个螃蟹都不能要了。没看到虾，这虾还活不活的？哎，活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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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给他带了。这个人家排水口排出来的虾好大条哦，放点水先。哎呀，喂，这里也有一个螃蟹，也不行嘞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一般螃蟹搁浅久的话也会这样的。哇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哇塞，有鲨鱼，看还有虾，哇，这虾都不行了，已经是变成红体的了。甩水很厉害哦，啊，这嘴巴好可爱呀，啊！啊，这鲨鱼给它带了，咦，好能甩水，哎呦！这条虾，喂，哇，会动的，它给我装。哎呀，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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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藏着一个螃蟹。这种大钳子螃蟹，海边很多的哦，都是一整群的嘞。哎呀，刚刚这里有一个，直接握杀了。烟雾哎，啥？哦哦，螃蟹螃蟹螃蟹，哎呀，哇，这是羊角，哎，还有虾，哎呀，螃蟹过来吃虾的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个头可以，喂，这里这里这个螃蟹是退。应该是蜕壳，这里软绵绵的，而且感觉还很新鲜的样子，应该是蜕壳不行了，蜕壳很脆弱的，每一次蜕壳都很脆弱的，可惜了。这条虾看一下，哇，这条虾也不行了，哦，这里鱼，哎，还有虾，还有虾，这条鱼可以带了，虾，哇，这条虾新鲜，还是活的。这塞在那里，虾塞在那里动。嘿，嘿，这里有条尾巴。哇，鲨鱼！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力气好大！力气好大哦，嗯，这条也不错。哎呦，会不会咬人？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喜欢美的视频也可以关注，咱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嘿，那里，哎呦，哇，看到一个螃蟹。给晒干了，啥都没了，晒干了，这海草直接困住它们，那里有个蟹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啊，我们下来赶海了，走下去。哦呦，我刚还以为是石头的，哇哦，来货了，这只个头可以。又是一个螃蟹，一只螃蟹，两只螃蟹了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，一掐起来了，掐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哦，这个打输了，输了一个钳子。竟然掐起来！哦，这里有个螺。哇哦，好大哦！哎。好凶啊，掐起来。哇，这只大。又要打架。这里也响啊。哇，又来一只。咦，这下难找了，一松手就难找了。哎呀，这下难找了，这里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我以为逃了嘞。有一只螃蟹，你是石头蟹来的，这只个头不大哦，就不要了。这个螺，哎呀，坑子！哦，这里又来一只，哦，今天。看到蟹群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哦呦呦呦呦呦，又打起来了。好好相处嘛。这里有颗螺。可爱的空欢喜一场，哇！又来一只，你逃了，哇！有肉，来了。这小东西是啥？这个，哎呦，好快！呀！这虾毛了，逃了，找不到了。不过算了，好小哦，应该是鳗鱼来的。逃了，个头太小了，前面水全浑了。又来一条，两条，哎呀！这个是鳝鱼来的，这个头好小啊！哎呦，不要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美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